献问耻。子曰：邦有道谷，邦无道谷，耻也。二，克发怨欲，不行焉，可以为人矣。子曰：可以为难矣，仁则无不知也。三，子曰：事而怀居，不足以为是矣。四，子曰：邦有道，为言为信，邦无道，为信言训。五，子曰：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六，南宫瓜问于孔子曰：益善射，傲荡舟，惧不得其死然。与计攻驾而有天下。夫子不答。南宫瓜出。子曰：君子哉若人，上德哉若人。七，子曰：君子而不仁者有以服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八，子曰：爱之能勿劳乎？忠焉能勿惠乎？九，子曰：为命，皮臣草创之，世俗讨论之，行人子语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十，或问子产。子曰：惠人也。问子奚曰：彼哉彼哉。问管仲曰：仁也。夺博士便宜三百。范书四，莫齿无怨言。十一，子曰：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十二，子曰：孟公绰为赵魏，老则忧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十三，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若臧武仲之智，公绰之不欲，辩庄子之勇，冉求之义，问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曰：今之成人者，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为受命，九幺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十四，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甲曰：信乎？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？公明甲对曰：以告者过也。夫子实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子曰：其然，岂其然乎？十五，子曰：臧武仲以防，求为后于鲁，虽曰不邀君，吾不信也。十六，子曰：晋文公绝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绝。十七，子路曰：桓公杀公子纠，少乎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曰：为人乎？子曰：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居，管仲之利也，如其人，如其人。十八，子贡曰：管仲非仁者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子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明道于今受其祀，为管仲，吾其披伐左衽矣，岂若匹夫匹妇之为亮也？自今于勾读而莫知之也。十九，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传，与文子同生诸公。子闻之曰：“可以为文矣。”二十，子言：“卫灵公之无道也。”康子曰：“弗如是，希而不丧。”孔子曰：“仲叔禹治宾客，祝陀治宗庙，王孙贾治军旅，弗如是，希其丧。”二十一，子曰：“其言之不作，则为之也难。”二十二，陈成子事简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事其君，请讨之。”公曰：“告服三子。”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君曰：“告服三子者，知三子告不可。”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二十三，子路问事君，子曰：“勿欺也而犯之。”二十四，子曰：“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”二十五，子曰：“古之学者贵己，今之学者贵人。”二十六，蘧伯玉使人于孔子，孔子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“夫子何为？”对曰：“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”是者出。子曰：“是乎？是乎。”二十七，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二十八，曾子曰：“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二十九，子曰：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信。”三十，子曰：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。仁者不忧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自道也。”三十一，子贡方人。子曰：“是也，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。”三十二，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”三十三，子曰：“不逆诈，不义不信，义义先觉者是贤乎？”三十四，为生母谓孔子曰：“丘，何为是希希者于？吾乃为佞乎？”孔子曰：“非敢为佞也，即故也。”三十五，子曰：“既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”三十六，或曰：“以德报怨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”三十七，子曰：“莫我之也夫。”子贡曰：“何为其莫之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？”三十八，公伯僚诉子路于季孙，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僚，无力犹能似诸事朝。”子曰：“道之将行也于命也，道之将废也于命也，公伯僚其如命何？”三十九，子曰：“贤者必士，其次必地，其次必色，其次必言。”四十，子曰：“作者欺人矣。”四十一，子路宿于石门，陈门曰：“
昔自。子路曰，自孔氏，曰，是之其不可而为之者于。四十二，子及庆于魏，有贺馈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，有心哉，及庆乎？继而曰，彼哉，坑坑乎，莫己之也，死已而已矣。深则利，浅则弃。子曰，果哉，莫之难矣。四十三，子张曰，书云，高宗梁安三年不言，何谓也？子曰，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。四十四，子曰，上好礼，则民易时也。四十五，子路问君子，子曰，修己以敬，曰，如斯而已乎？曰，修己以安人，曰，如斯而已乎？曰，修己以安百姓，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由并诸。四十六，元攘疑祀，子曰，幼而不训悌，长而无树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，以杖扣其颈。四十七。